无人机空拍金门海域，一路来到大胆岛，可清楚看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及国旗。无人机接着继续飞，从大胆岛飞往二胆岛，可见码头、国军船只以及官兵预补情况。中国无人机行径嚣张，对岸网友不止在29号中午把画面上传网路，标题还说国军被无人机吓到跑光光。只是这样的画面，有看完影片的网友也质疑根本不是事实。画面上显示二胆岛国军弟兄，有人发现不明无人机后面露傻眼表情，赶紧拿起手机疑似回报讯息。对于烈士骚扰情势，依自我防卫原则，视威胁程度采取包括反制在内行动，确为整体安全。经防部强调，无人机采远距摄影，且未处于太阳逆光方位，官兵未能及时目视发现，也呼吁中国此类挑衅举措极易引发误判。但从2022年中国商用无人机开始侵扰我国外岛，我方也制定反制手段，加强侦测设备。看得出来，无人机是从逆光的方向过来，视觉上确实不容易看见。那我们的国军弟兄也没有所谓的惊慌失措，更没有四处逃逸的现象。侦测、拦截相关的装备要布置在外岛，是利用部分真实的影片，还有错误的剪辑跟叙述，来误导阅听者，可以说是认知作战的标准的一个操作手段。中国网友无人机侵扰行为，还企图用误导手段羞辱我国国军，完全无助两岸关系。三立新闻台记者台北采访到。